你是很希望我们搁浅是不是？一直在那边唱歌。光看就有玉子烧，然后有蟹脚，然后还有海苔，然后外层是用鲑鱼包的。透明独木舟，我们要来玩咯。这个经纬度海洋俱乐部8点的场，我们 go go。这里有卡丁车，来这里玩什么卡丁车？不去那里玩玩。我们今天的影片会比较酷一点，因为我们有放在防水套里面。我们现在上到了透明独木舟上。你是很希望我们搁浅是不是？一直在那边唱歌。好，来你来开滑。我回去的二头肌一定会非常大。我才。好累。不行，继续。同志。还不能放弃啊，同志。我觉得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每次你一滑，我就好像快要翻船了一样。你看，哎，看你要。你下面是有人。小心点，小心一点。你不要再动了，我没动了，快动，带你回台湾啊。好诶，出发台湾。等一下，我们从南来了，我们家从南寮渔港上啊。这个家都是你在付出，就付出错了嘛。你应该就上网走路，你就一直要往右去。因为我们现在是透明独木舟，大家送的浮潜，就是问我们要不要下水这样子。来看看，玩水了。我们刚刚去滑透明独木舟，它那边独木舟的地方呢，它其实是有提供那个盥洗室给我们盥洗，但是我们觉得那边太多人啦、自己回自己的那个房间，整个比较舒服，然后东西也不用说一定要放在那个厕所的小架子上。大家也可以自己脱光光走出来，不用在那边厕所在那边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吃民宿的早餐，我们等一下1点的时候呢还要再去水肺潜水。来了，这个是民宿老板帮我们准备的早餐，一个吐司跟一个水果，芒果，然后花椰菜蛋蛋跟一杯饮料，饮料有很多种的可以选。那我们选了一个柳橙气泡，一个抹茶拿铁，还有有咖啡啊，有什么其实都不简单耶，它是真的帮你亲自调的那一种，不会像什么早餐店就一杯奶茶一杯柳橙汁一杯芭乐汁这样子。重点是你早餐店有这个户外观景台吗？可以看海，哇，可以看85大楼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早上就看得比较清楚哦，这样照就很清楚，昨天晚上照那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今天就超清楚了，那我们开吃吧。这两个不同口味，一个是腊肠，一个是薯饼。因为我们有两份餐点，所以他就帮我们切一半。对，然后一人可以吃到一半的口味。那好贴心的老板。先吃芒果。好。看看，艾文来的吗？艾文来的。嗯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，它有4块腊肠，很有诚意。其实我们本来在订的时候就不求说会有早餐，但是我们刚好订到一间有早餐，而且还是手做早餐哎。对啊，它不是给你什么追加进去外面吗？而且我们一大早就出去玩，所以他还帮我们留早餐，留到现在10点半。原本跟他说9点半，9点40。
欸，我们这次玩的是深潜，我们之前在澎湖玩的是那个浮潜，动力浮潜。我就说，如果你真的不会怕水的话，这个深潜真的是一定要加价去买的。我们体验的时间是一小时，然后价格大概是一个人1960，有2000的，也有2500的。然后我们是挑比较便宜的。我们是在熊潜水，然后在网络上的评价其实就是很两极，但是我们自己体验下来，我们觉得感受是好的，我们没有被骂，也没有说教练很凶或者不理你之类的，而且他一直关心我们。而且他会帮你拍很多照片，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要什么动作，什么 pose。但我们还没看到成品啊，因为我们的我看到了。但是水里给我看了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教练拍的还不错。因为我的教练是女生，我就问她说，女生月经来可以潜水吗？她说完全没有关系，月经量太少，所以鲨鱼是不会来追你的，她不喜欢这个。我看到三个海，教练一直把我推过去，然后我一直这样子，不可以碰，不敢摸。只要你不怕水，我觉得深潜是真的很值得体验。各位，一份呢是这个一份圆柠檬艾，然后第一个呢是海龟下蛋，就是上面会有一只海龟，然后下面就是珍珠，然后呢这样两份餐点加起来是200块。但他其实有说低消一个人是70啊，但是我看很多人其实他们都只点一份，所以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想法。那我们是有遵守这个低消的部分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给自己一个借口。你看这个爱玉也是有海龟造型的，这一阵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海龟。这个没有很酸，但是它是真的柠檬，但它不会到太酸。它是纯熟悉爱玉，真酸哎！我靠，你骗人啊！它是黑糖珍珠鲜，是鲜奶的。对，黑糖珍珠鲜奶，黑糖味很足。你不足，它都有来给你加。再加黑糖。你看前面那两杯。真的很好喝哎，我很喜欢的。完食，很多料理我看很多，对啊，蛋包哦，你看吃到整个都散掉了，光看就有玉子烧，然后有蟹脚，然后还有海苔，然后外层是用鲑鱼包的，哇，很多料理，这样四个多少钱？190，哇，那还行，一个40几块这样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小琉球第二天的行程啦。大家觉得哪一个点或者是哪一个美食是你喜欢的，都可以把它加进你自己的行程里面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喜欢，以及追踪我们 IG。你们的每一个订阅和追踪都是我们往前的动力哦。这里是都市传说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